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，I am old man， 阿绿哥，欢迎各位再度回来我的新系列啦，各位，你们应该是没有看错啦，确实啦，老头又回来了，起源模组哦，没有错，这真的是起源模组，不是起源重生啊，我再次跟各位声明一下。老头之前曾经说过，起源模组呢没有办法再进入了哦。因为呢之前老头尝试进入这个地图呢，装了起源模组进入这个地图呢，会一直频频出现闪退的问题哦。那不知道为什么昨天老头无聊尝试了一下之后呢，居然可以正常进行，然后也完全没任何问题啊，我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，反正总之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回来回味一下我们真正的幻影飞龙啦，各位有没有很兴奋啊？有没有很开心啊？想必各位应该跟我一样非常的兴奋吧，是不是？那既然这么兴奋的话，那赶快按下喜欢啊，让喜欢突破1000以上啊，越高越好啊，这样支持老头的连载嘛，对不对？老头会更努力的给他拍下去，知道没有哈？知不知道啊？那知道了吗？各位该做的都做一做，订阅啊，小铃铛啊，分享啊，留言啊，全部都把它做一遍吧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那还有就是呢，超级感谢的部分这边稍微也一并。哇哇哇哇哇哇！这个是不是也太过于兴奋了，然后就吵起来啊？我们这个林佑康哥哥呢，他的170块钱啊，他说。手机好像没办法加会员呢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麻烦老头开一下哦。基本上呢，这个会员部分早就已经开了哦。那手机的部分呢，我印象中是在订阅的旁边有一个加入哦，那个按下去就可以加入会员了。如果你的手机没有显示这个加入会员的话呢，应该是你的手机不支援，可能啦，好不好？那你再尝试看看吧，好不好？感谢你的170块钱。OK，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马上来直接展开我们方舟原始最原始的起源大冒险啊！一开始呢，当然没有错嘛，就是我们要来收集一下、我们地上的石头啊，我们要开始冒险了。我们现在的等级好像还不能学新的道具吧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这个我还记得，这个是拿来为。草食 baby， 这个是拿来喂肉食 baby 的嘛？我记得好像以前拿来抓嘟嘟暴龙跟那个什么，反正就是要拿来喂就对了。再来是 S 加，我也是有把它装进来啊。这个东西呢，可以暂时先学一下啊。墓碑也要学，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来把墓碑给弄出来啊？对吧？这个墓碑看可不可以弄出来啊？那一样，各位啊，记得按下喜欢、订阅、分享跟小铃铛啊，开下去，知道吗？多多支持老头，老头会更加努力。这个倍率好像跟之前预设是一样的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今天把家盖出来，然后把家盖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弄一个。为什么不拿？我没有学是不是？我有学啊，为什么不拿 ？Why？我是不是进入 bug 了？等一下，会不会因为这个模组太过于老旧了，不能拿东西？这样子我要怎么进行呢？我重开一下好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回来了。终于可以拿武器了。好家在这并不是模组的 bug 啊，好险啊！我是不知道这个模组现在还会不会出问题啊，只是可以顺利开进来啦。要是之后真的还是问题百出，可能老头不排除结束吧，希望是不要啦。没人想要看我们这个连载中途腰斩吧，应该是没人想看吧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还是多多祈祷一下，祈祷他不要出事啊，北。好，这些东西可以学了，这个先不要吧，我们又没材料啊，该学的都学一学。篝火，其实应该也不用特地去装这个装备啊。这个我知道什么，这个是提供氧气，这一个是增加移动速度吧。这个是补血，我记得以前当初在玩的时候，这超好用的。可是它好像一罐泻药，哇，看到这个泻药好怀念哦。什么声音？哇靠，太可怕了吧！我还没有把武器做起来哈，你不要在那边，不要弄我哈。等我一下呢，
还有什么东西啊？这个超好用的，我印象中这个超好用。做完长毛之后呢，黑色浆果可以这样搞，好哦，我们来做看看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，碎石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超毒的，这个一开始很毒啊。来，赶快做出来，我觉得我有生命危险了，在这里是不是？那怎么咬一下就不咬啦、啊？为什么？咬一下就跑掉了，是怎么回事？545级，我有没有看错啊？235，哦，这个很多，哇，好爽啊！马上就有保镖了，可是我们没有漏，哎，尴尬！哇哇哇哇哇哇哇哟哇呀，会死会死，还好他不是咬我，还好他不是咬我，不然这个等级咬一下我就嗝屁了。他是用喷的，还好。干什么啊？好，我们杀掉其中一只吧，杀这一只好了，你觉得好不好？哎、欸，靠，你等级好高啊！你冲过来突袭我，可能就死了。他不知道偷我什么东西啊？有种你在偷啊！有种你在偷啊！你给我过来哦！撸不到啊！哎、欸，这个要打死很累呢。来啊，下来啊，下来啊，我等你啊！小王八蛋，你给我下来啊！等他下来，做你！什么？我的长毛坏掉了！哇，太夸张了这个，而且这个血又很多，打不死啊！你这么硬干嘛、啊？我被欺负了啦！我被一只鱼鸟欺负了，你敢信？我被一只鱼鸟这样子愚弄呢，太磕巴了吧！偏偏我现在没有肉，不然我就叫我的双棘龙巡抚的双棘龙咬死你了，我跟你讲。不要一直咬啊！我现在该怎么做，我还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没有肉啊，拉这个家伙吗？我现在就被鱼鸟欺负，你看鱼鸟一直在那边偷我东西就饱了啊。对啊，什么东西啊？你就有种再下来啊，我们双棘龙已经准备好了，要撸死你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双棘龙在那追啊，来啊，咬死他快点，小王八蛋啊！双棘龙加油，快点！我故意在你们之中徘徊，快咬了他，咬了他，就这个位置。你们好歹也咬一下吧，这个反应，我的天哪，我快要气死了！呜、哦，快跑、哦！我有其他三角龙开笑了，不要，求求你！哎呦喂呀、啊，哎呦呀、啊，哦呦，太多只了吧，我赶快跑！呜、哦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很抱歉。哎呦，还好不打了！哇，我这两只是要死了，是不是？我应该给他们顶个攻击力才对的。三方混战，打死了！我的双棘龙也挂了。哎、欸，他们停手了，我们只有死一只，好像也还好嘛。哇，这死掉是怎样 ？So sexy 啊！你死掉就死掉，这么 sexy 干什么？剩下死轮了，这应该有升级吧？哦，顶个攻击应该会很猛哦。啊，我们刚刚死掉的尸体，拿下尸体好了。哎、欸，哦，包跑到这边来啊！让我捡一下包，快！完蛋了，这个包卡在这个地方。你包卡在这里是要捡小哦？哎、欸，啊，你就这么轻松的上来，你好意思？
好，我上来了。这个包怎么剪？完蛋了，我剪不到啊！我只剪到它的肉啊，有什么意义？啊，好烦啊！为什么又有鱼鸟啦？鱼鸟很烦呢、欸。现在咬死它。咬它就对了。Oh my god！ 这鱼鸟到底有完没完啊？难道我就只能跑到中间吗？人家说河边是最安全的地方，看来现在河边完全不安全了。我要走了，我要离开这伤心地了。我决定我要去弄一只三角龙出来了。我要去远一点的地方弄一只三角龙。这边有物资欸，物资箱下来看一下有没有水晶。有水晶，我先做一下望远镜好了。然后这北七还在追，还两只。Oh my god！ 快点，快下，快下！你干嘛啦？跟你无冤无仇的。等级15开放哦，我15了没？还没。提供呗啊！这是被安哪胜啊？往内走，抓一只无齿翼龙才是正确的。然后顺便练一下等级。啊，先弄一个无齿翼龙才是上上策。无齿翼龙的话要38级，你确定？怎么等级这么高？我有看错吗？纤维抓一抓，我们多做几只长毛好了。扳倒一只三角龙，对我们来说应该也至关重要。而且呢，前面那个战利品呢，啊，我们好像快要可以拿到了。我们再查一等，再查一等，抓一下。OK， 我们升级了，去捡前面那个战利品啊！15级的战利品有什么？拜托，不要消失。我要的只是一个希望啊！我的奢求不多，给点好东西吧，快点！啊，这是什么啊？随便啦，加减啦，有总比没有好啦。哈哈哈哈！哎，这个剑矢，这个是起源的那个麻醉剑矢哎！哇塞，我好像也算是捡到宝了哦，这个加的很多呢。欸，这个剑矢我们现在只有10只啊，非常的珍贵啊。我绝对不会拿这个来对付鱼鸟的。这个对付鱼鸟实在太浪费了，少说也来个三角龙啊，或者是剑龙。看一下加多少，这几等啊，等级不要太140级好像可以、欸。靠腰才加这样子。你确定？欸，怎么跑走了？我这个剑有什么魔力可以让它这个样子吗？我忘记以前怎么玩了、欸。哎、欸，加的其实算多哎、欸，会跑掉哎、欸，造成恐惧吗？其实没有加很多哎、欸，其实，对啊，而且它一直跑是怎么回事？它都不会想要打我吗？哇，双尖阁龙！哎、欸，不要啊！哇哇，会死！他们偷什么了？管他偷什么，算了，不管了。我的三角龙嘞！我看到了，可是我晕了。What the？不要闹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提供呗啊！救命、啊！救我！提供呗啊！我哪里这样辛苦、哦？我现在连肉都没有，只想驯服一只恐龙，有那么的难吗？卖照啊！又有双尖阁龙，请问一下，
你偷我的麻醉药。哦不，不要闹了，我的麻醉被偷算了，麻醉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前面那一只啊，跑嘞，他跑嘞，很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快给我倒哦！啊，这是青年的啦，难怪不会主动攻击啊，这种青年是不会主动攻击的啦。只是比较麻烦，就是我现在没有泻药，我现在只能就是一直喂这样子。哎呀，喂呦喂呦喂呦，你干嘛？哇，575级！哦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不追了啊，不追是好事哦，好险好险！啊，你看现在上天都如此的怜悯我，下起了一场大雨这样子。啊，其实这一只也是可以抓了，这一只据说可以起吧，是不是？放食物，来，至少抓一只这个吧，安慰一下我的心灵。啊，怎么那么难抓啊？这是怎样的一个驯养进度啊？我驯养进度不是调10倍吗？10倍还这个样子，太不可思议了吧？欸，可是它很容易喂，欸，它很容易就肚子饿了，欸。真的是非常有起源的味道。算了，那个之后再说，这才是我们的重点吧。怎么办？没有泻药呢，我很痛苦啊。现在我可以做泻药了没？60级才会出现，然后现在不知道怎么做。我要60级，我都很困难的。然后又天降方尖碑，不是天降战利品。啊，给点有用的吧。传说鞋子好像还不赖。然后给卡林汤，给水，加减啊，上天的恩赐啊，是不是？你还来呀、啊？你偷我的水袋！哦天哪、啊，鱼鸟不要闹了。没有一个可以防身的，我真的很难过。这一只把它训练起来，应该也会很强。好，不然就这一只来防身，好不好？把它等级练高一点。嘟嘟鸟显神威，这个是比较高级的嘟嘟鸟啦，所以它体型会比较大。而且据我了解，它好像是可以骑的样子吧。那三角龙放置在那边应该是没差吧？看它没有扣血就好了。啊，鱼鸟，鱼鸟，你不要鱼鸟。我现在看到鱼鸟，我会极度恐惧，我真的很恐惧啊！我说真的，这是我一开始的好伙伴，我是你好朋友，你什么也别愁，你将会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快点加入我吧，成为好朋友。就要最后一口变成好朋友，哦，我是你好朋友，哦耶，我是你好朋友。嘿嘿嘿嘿嘿，看一下基础数值，哎，这攻击力有1500，太惊人了吧，太惊人了吧！啊，他都没有吃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哎，他是吃完了还是怎么回事？有吃吗？哎，有哎。啊，可是他没有起来啊，请问一下，所以说我刚刚是白追了吗？这种青年的是没有办法急于驯服，是不是？怎么突然觉得有点难过啊？那我刚刚前面做不就徒劳了？徒劳无功？怎么会？把你咬死好了，浪费我的青春，浪费我的时间。只好把你做掉了。哎，浪费我的青春，变成我要的脚趾啊！刚好我可以做墓碑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朝38等迈进啊，
38等有五尺翼龙鞍，我们就可以找一个地方落脚了，是吧？干嘛干嘛？想偷啊？偷我的蓝色果实啊？找死是不是？去死吧！这个起源魔族有点不认得了。哎，鱼鸟是不是？干什么东西？啊，不是很秋？啊啊，在偷啊，在偷啊！啊，真的是欠揍啊！升级了哈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没有咬到，他偷了我的补血罐。我现在发现原来我有补血罐嘞、欸，完了，我损失惨重，我真的损失惨重。啊！你给我下来，这小王八蛋！你偷够了没啊？靠近巡抚。哎，所以说三角龙是靠近巡抚。哎，我现在才发现呢、欸。哎，那靠近就可以抓一只三角龙了。我刚刚前面在干嘛？我前面在心酸的吗？确实。新手们注意，老头啊，老头带头啊，给你们个示范。啊，让你们不要再误入歧途了，给你们打只预防针。你看老头对你多好，然后那只鱼鸟又开始来乱了，赶快驯服这一只就没什么问题了。最后一颗给他刚好。耶！揍他！他偷我的生肉啊，144个啊！来，我来做个安哈。来，你敢来我就顶你！再来啊，顶不死啊，超难过的。继续啊，我顶你个肺啊！我顶你个肺啊！再来啊，冲下来啊，等什么？啊！我顶你个肺啊！哎，顶错了 ，sorry。顶错了啦，对不起啦，嗯。我顶你个肺啊！还敢下来啊？没体力了是不是？这包多少？用一半好了，管他的。食物，然后再来是什么？床嘛，床我已经做了嘛。那就先弄一个简便好了。先弄一个简便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材料严重不足。刚刚还本来打算想要先把房子盖起来，看来现在是有点困难了。材料各种稀缺，一张床，一个墓碑，好了，这样就完成了啊，老样子，老样子。好，那这家伙呢，基本上跟着走好了，这家伙跟着走应该是可以帮忙了啊，帮忙点个攻击力，我觉得这游戏呢攻击力至上啊，去找一下什么东西，哇，会隐身。他会隐身呢、欸？我刚有看错吗？好猛哦、喔！我们去找一下新尾兽啊！啊，对哈，先挖个纤维啊，纤维多挖一点，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把那个什么，把那个高级的麻醉剑给做出来。抓新尾也需要用到。这一只就被动好了啦，然后把它遗留在家里好了。24只剑士，不知道行不行。哇，500多哎，590哎，太夸张了吧！哎呦，一次加4%，其实算多了。还想打我打不到，攻击速度超慢的。你看，来呀、啊，抓我啊！好废哦，来呀、啊，抓我啊！怎样？我有另外一只来了，我是不是要先把另外一只给做掉啊？他们都会群体攻击哎，以前玩就这个样子的，还是起源魔族的关系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管他了，反正绕圈圈就好了。绕圈圈，绕圈圈，我最喜欢绕圈圈。
新尾兽追不到，我觉得我好像在霸凌他们。乖乖配合，替我工作就好了嘛，就不用遭受到皮肉之苦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就要反抗啊！听话就没事，反抗就会出事，没听过这句话吗？啊，到现在还想不想要投降？哦呦，旁边来一只，哦，趁机想突袭我，很会哦。啊，这只也快抓到了。我、哦、可是我现在剩下三只，他跑了，他跑了，他跑了，我可以这样戳吧？反正他不会攻击我、啊，就是怕他等一下一记回马枪，哎、欸，我就尴尬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啊，我突然意识到一点了，这家伙会不会是被动巡抚啊？我会不会又搞错了、啊？会吗？因为我现在是用官方常理的逻辑来推断啊，对啊。欸，真的是被动巡抚欸。哇塞，原来您们其实很想要跟我们合作是吗？结果我误会您们了，看来只好抓这一只等级比较高590了。我的天啊，一切都是误会啊，我以为你们是顽强反抗，结果没想到却这么的配合，误伤队友了啊。怎么办？那一只还会起来吗？我看他要起来可能要一段时间呢、欸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小一只的牛龙是怎样？牛龙宝宝是吗？老头就是太久没有玩起源模组了啊，跟他新手一样欸。其实本来就新手啊，我已经有大概5-6年没有玩起源了吧。我最后一次玩是五年前，也算是第一次玩吧。对啊，我这个算是第二次回归吧。因为就我自己的理解，我一直以为起源模组没办法回头玩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都没有人跟我讲说可以玩，啊，就误会了这么久。应该是说那个时期起源有一阵子是没办法进去的，就是不管你怎么进去，他都会闪退啦，就一直闪退啊。啊，退到后面我就认定他没办法继续玩了啊。谁知道今天一登进来，欸，奇怪，怎么安然无恙？实在是吓死人了。就这样子错过了这么多年，就像一对情侣一样，难道这就是爱情吗？我与起源的邂逅，不要瞎掰好吗？美格龙滚！好啦，那、啊、我们新尾兽嘞，他还在努力的奔跑吗？啊，他还在努力的奔跑，我们就不理他了，我们直接呢来个结束哦、喔。好啦，辛苦了一整天哦、喔。欸，就只有这个样子啊，没办法啊，现在没有办法非要性的成长哦，因为我们欠缺太多东西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下一集老头再把房子盖一盖，然后新尾兽啊，让他去工作敲一下石头啊，这样子我们就源源不绝的石头可以使用了。不过我记得应该要把它放在山上会比较好啊，欸，把它放在山上它会一直敲啊，那我放在这里的话敲不太出什么东西来啊，没关系啊，之后再说。好啦，一样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，记得按下喜欢、分享、留言、按赞，记得订阅、按下去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通知。多多支持老头，感谢各位今天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真起源再见啊，方舟真起源，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